有没有生病的人吧。出发！热，太热了，头好晕呢、啊，哎呦，好难受啊！哎呀哎呀，头好痛啊！哎呀哎呀，哎呀哎呀，哎呦！哦，爱丽丝公主，你到底哪里不舒服啊？天气太热了，我头昏脑胀的。啊，觉得热吗？哦，你不要担心，吉尼医生来帮你看一下吧。啊，如果用扇子的话，马上就会变凉快啦！耶！这不是我喜欢的萝卜吗？那里还有玉米，那边还有胡萝卜。我最喜欢的胡萝卜真的好好吃。来，兔子，吃了这个药，肚子马上就会好起来。谢谢你，吉尼医生。茄子。Wow.
觉得很满意。等一下，锦妮医生啊，油还是很疼啊。你感觉现在还疼吗？是啊。咔哒，我用雷神之锤电击疗法给你治疗。雷神之锤吗？对。重新拿回去啦！再见了，人鱼公主。好的，再见了。